来了。今年是拿不到了，今年。这是去年的百对杯的冠军 U14， 今年拿不到了。所以我现在心情呢，就是虎口脱险。熄灭了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思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怎么样觉得凑合吧啊，就是我这很多天没摸琴了，你知道吗？我这很多天呢，我没有时间，所以拿起来也凑合吧，就是还凑合吧，是不是？而且你知道我这嗓子，我这一直就是沙哑着啊。今儿喊了一场比赛，然后又直播了这个新中超客战，因为个李鑫呢跑去解说 ICC 去了啊。我觉得他再这么下去，可能得哪天都得住 ICU 了。然后呢，这个那无敌小伙子呢替他班刚去，谁来新中超客栈都得紧，他比较紧张，所以呢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吧，我应该说了一个小时差不多零八分钟吧啊，所以我这嗓子不行啊。但是嗓子不行呢，你看你分什么歌啊，你就特惨的那种歌呢，正好这嗓子啊。把烟熄灭了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是吧？劲儿就出来了啊！我有日子呢没怎么发车了，但是呢一直呢就是带队打这个百队杯嘛。有人说呢，说你没事儿，有中超你不说啊，你光说百队杯，微博呢你也不发中超的什么内容，你就发百队杯，说我看着都烦了。我想对这样的人说，你丫是有病吗？啊，是我请你看了还是你妈逼你看了？啊，我就烦这样的人。真的，我不是说我今天球输了我心情不好，其实我心情还是挺难过的，但是我只是说呢，你应该这个世界是应该讲求公理的啊，是讲求一个道理，说人可以是傻逼，但人不能不讲道理啊。我的微博啊，我发点东西，我操还把你给看烦了，我操，这上哪儿说理去呢？我就纳了闷了，对不对？因为在我心目当中，至少过去的这几天，百队杯是胜于一切有关足球的消息，这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你认为中超好看，但我不认为，我认为百队杯有意思。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们的孩子在这奋力的拼搏啊，带给无数人那么多感动，我认为我就得大输特输。换句话说，我微博要不发百队杯，你上哪儿看百队杯去啊？你啊，中国队输球了，你在这儿哎青训，你大爷的，我发点青训东西你还嫌烦，你这不是叶公好龙吗？你说是不是？你不有毛病吗？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不太愿意啊一针见血说点事儿，好吗？昨天晚上凌晨2:45，我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完了第19遍今天这百队杯这对手的3分钟偷拍的录像，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场球是怎么踢都得输啊，这是我认为的啊，当时我判断是怎么踢都得输。为什么呢？因为实话讲的，第一就是整体实力确实不如人家，我们对面这个队呢叫银朝金澳啊，孩子从5岁多开始踢到8岁，大差不差2年半左右，就这些孩子中间走了一两个，宫磊的儿子走了，明天后天我们对宫磊他儿子啊，宫磊他儿子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青训机构啊，两个教练吧还是创始人呢，因为场地的问题啊打起来了啊，后来就分道扬镳了，你明白吗？分道扬镳了，所以呢这个宫磊他儿子就跟着走了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主力呢都留下来了啊。我这一看这3分多钟的录像，我就知道是怎么踢都踢不过。有人说你不牛逼吗？你不赢过西班牙、日本、韩国、保加利亚、爱尔兰的教练吗？你怎么认怂了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别觉得我这个人牛逼，我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的牛逼，
就是我牛逼的时候我就说我牛逼，我踢不过我就踢不过，我不找借口，这就是我啊。不像有些孙子，有些孙子呢什么都干不了啊，他干不了的事他说他不想干啊，是吧，他没有那个劲头去干的事，他认为我没意思不干，你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啊，我能干的我就说我能干，我不能干的我就说我干不动，就这么简单，这有什么吗，这个世界上啊，承认自己不如别人不行吗，有什么不行吗，哎，我就可以承认，是吧，吴彦祖跟我这比颜值我就得承认确实不如人家啊，刘德华也跟我比我可以拼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拼一下，是吧，再有一个我是玄学的最早在公共媒体上露出的人，对吧，哥几个给我证明一下，玄学是不是从我这儿更多的是在公共媒体上就是出现的，是吧，玄学我是一个玄学的爱好者以及研究者啊。我为什么说我们这场球赢不了，就在于我们上一场打艾伦啊，我们全场比赛一共进了四个球，那么如果你要知道我们全场比赛有几脚射门，你就应该知道这东西太悬了，我们全场比赛四脚射门进了四个球，而且这四个球是四个世界波，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了，就是打到那天已经是所有的东西都打得推到极致了，那到达光辉的顶点，你爬上珠穆朗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往哪儿爬，你还想上天吗，漂亮啊，你还想上天吗，对吧，你只能往下走，走到7800米第五那个阵营，完了你在那儿休息休息，是吧，弄点氧气，是吧，吃点压缩饼干，是吧，完事就往下走，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我昨天晚上为什么还要研究，是因为我知道研究与不研究对于结果来讲，输的结果来讲没有更改，但是研究与不研究对于过程来讲会有用。我昨天晚上我确定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体面的输啊。为什么要体面的输，人是需要有尊严的，知识分子是需要有面子的，你明白吗，因为无数的喷子正在等着看我大比分落败啊，因为那个队呢之前进了不是70败就是79个球，就丢了俩球，进了78或者79个球就进了就丢了俩球，所以喷子们说等着啊，董路他不是牛逼吗，明天这队银朝09干抢小牛 U8 干他个15-16个，我昨晚之所以研究，我就是说我拼了，我绝对不能多输，所以我拼了啊，所以我在研究，我研究到凌晨3点，我早上报7点我起来，我就跟我们家小宝啊互动了大概能有个20秒钟左右吧，然后我就走了啊，我就出门了啊。那么事实证明，如果你持续关注启航小牛的比赛，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我们是输了，你应该说我们输的叫做理所应当，对方的孩子练了2年多啊，一周不是4练就5练，一周一场比赛啊。我们这个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五个主力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五个主力，万象黑龙江来的，我干儿子已经定了啊，不要再质疑了啊，我干儿子明白吗，定金已经打了啊，我干儿子啊。那么这个从黑龙江来的10天前来的啊，孙晨曦啊，我干儿子确定了啊，不要再质疑了啊，他爸都承认了啊，从宁波来的。那么接下来 Leo 和这个托马斯也叫藏，这哥俩是启航青训土生土长的，满打满算练了1年零大概3-4个月啊。他的队友黑牛踢不上球了，为什么，天天说英语，英语现在已经快6级了啊，8岁的孩子英语6级了，我们这队外校讲话根本不用翻译，我一个是我能听懂，我肯定能听懂，你就子弹我能听懂，那么剩下的孩子听不懂没关系，黑牛当翻译，而且黑牛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让他踢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这块料，但是呢他是一块什么料呢，他将来能坐在这儿开一直播啊，他能给你讲球，他能给你解说，你记着啊，我下一个要培养的人并不是踢球的，而是启航小牛的叫黑牛，
拿着澳大利亚护照的，啊，他将成为20年以后中国最牛逼的足球解说员。我要把他培养这样，你信不信由你。啊，他上过什么江苏卫视的节目，什么叫挑战主持人，不是什么主持人啊，解说员大赛，他去过。这哥们太能聊了，啊，这哥们太能聊了。有时候我得摁着他，要不然的话他把我风头都抢了，啊。还有一个叫小马，马晨瑞的小孩啊，小啊，这个09年小月份的，啊，不是12月就是13月的啊。他呢本来啊跟我们练的不错，去日本他也打了，但是呢去当时也是替补，跑得很好使，后来呢毁了。为什么呢？去校队了啊。本来呢在我们这儿应该一个礼拜练两次，他俩礼拜练一次，剩下的干嘛呢？每天在校队练啊，每天在校队练。这一练完了，我再一看见他，我就完了。我说你已经不会踢球了，你已经不会踢球了，对吧？那么这俩呢，实际上呢，大家可能也看了，之前比赛对弱队的时候也上场，但是确实很拼，能力不行了。那么接下来就剩下徐子航和这个 Leo 了，这俩人士。那么门将洪杰是我们启航小牛的，但是呢，他刚接触足球不到半年。最可贵的是啊，他以前是踢前锋的。他是什么时候被我定为守门员的呢？是在比赛的前一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守门员小孩啊，练还不到3个月。那个小孩呢，就是最大的点就是他很可爱，长得也漂亮，但是呢他就拿着球之后呢，他就是这样，然后他拿着球之后他不知道往哪儿发，裁判在那数，因为裁判得数秒嘛，好像4个数以后必须得发，裁判在那儿一，不是，裁判在那儿一二三，他自己可以喊四，他是这样。我那天比赛之前我一看，我说这孩子现在暂时还是还没法上场比赛，完了我就在这里边挑，我一看这小子下地快，就是洪杰，我说你就守门吧。这是在临上轿，现上轿现扎耳朵眼，我把这洪杰变成守门员。事实证明没有他我们连前四都进不去，我们就这就是5个主力。而对方呢是在一起踢了2年多啊，在一起踢了2年多啊，那小配合打的，那小传控，那小套路，那角球，我一看完了，我们那个角球啊，我一看人家有套路，一个过去罚去，7号在外边接，你是过来一个人还是过来两个人啊？你过来两个人，他直接往门前打，变成2打2，对吧？你过来一个人，他先给传外围的，你这个人过来一扑，他再一打回去，2打1，没有越位，5人制没有越位，2打1再一传外边那一套倒三角8打，我就知道，因为录像里边没有角球，那3分钟录像里边没有角球，如果有角球，我们今天至少能少丢一个球，啊，至少能少丢一个。你们看比赛直播，你应该知道，我当时喊外围有一个，外围。话音未落，角球罚到外围，7号嘣一脚打进去了。所以我得反思，我这个用语啊，孩子可能听不懂。人说外围，说我就知道外围女，不知道什么叫外围呀？啊，我以后我得变啊！包括说别扑，完了别扑，孩子们想别扑。哦，别放，哦，我们没有啊！我说别出脚，我应该喊啊，别出脚和禁区外，我这么喊，孩子可能啊能明白过来，啊，我这喊外围有一个孩子，外围都在微信里边的，啊，完了别扑，教练没扑，没扑，岛上拉便便了，没扑。所以呢，这个呢，未来我吃一堑长一智啊，我吃一堑长一智啊，长一智。那么实话讲呢，这个队呢，确实是银朝09确实挺棒的。但是我想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这打下来他们的能力不如，整体实力不如艾伦，所以我现在深深的对艾伦，就是爱尔兰教练执教那个队被我们淘汰，我深深的真的觉得挺对不起这个艾伦的。我不是说兔死狐悲啊，装孙子，我是觉得这个队实际上是应该是冠军队，真的，这个队的能力确实要比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银朝零九要高一些，要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银朝呢，实话讲，银朝这七号太棒了，我今天已经跟他的母亲呢，加了微信了啊。但他的母亲说呢，他不管他儿子，他儿子的事儿都是他爹管啊。我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反正我觉得这个七号太棒了，这个七号将来不成为职业球员，属于天理难容啊，属于天理难容。这个今天这个小七号叫李显文，这个孩子太棒了，真的，我对这个孩子的喜欢真的是溢于言表啊。当然没有我两个干儿子那么吸引我啊，但是这个孩子太棒了。就是我就在想，如果是孙晨曦加上万象，加一个今天的七号，再加一那天那个艾伦的二十二号，我就可以喊出来，我就可以喊出来。再加一个，我再找一个守门员能抛球能过半场的，就这五个孩子，我就能喊出来。全国我能打前四，啊，全国 U8 我能打前四，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也不是说不可能，就是说我将来呢，我会组织一支 U8 啊，我会组织一八，不是组织一支 U8。我给你讲讲我的想法啊，这是我一个梦想，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我一定会努力。就是我呢，以孙晨曦、万象加上 Leo 或者托马斯、洪杰这五个人为班底，然后我去再找三到四个非常优秀的08，就是09年的八岁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不划归启航小牛，我们另起一个队，比如说叫45度足球小将队啊，这就有稍微有点拗口啊，就叫足球小将队吧。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队呢，孩子们可以在各地训练，但是呢，每个月有那么一次或者两次集中在中国的某一座城市，比如说上海啊，比如上海都过来，周六上午都过来，坐飞机的坐飞机，坐高铁的坐高铁，周六上午在上海集训集中，开酒店住进去，睡一觉吃点饭，下午训练啊，训练晚上没事感受一下上海的文化，因为孩子未见得去过那么多的城市。第二天周日上午10点准时开启一场明星赛，少儿明星赛，就是我们这个队对这个当地最牛逼的09年的球队，然后我进行多机位的直播，小拉拉队啊，小姑娘啊，这个现场跳拉拉操啊，然后呢小解说员黑牛给解说，然后小裁判，我培养几个12岁的裁判啊，来吹罚这场比赛，然后通过一直播向全国直播。上海做完了，我做天津，天津做完了，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武汉，只你这城市有最好的09年的球队，我们这个队就飞行过去，啊，向宣传队、向播种机，每个周末的礼拜日的上午10点，带给大家一场能让你看的赏心悦目的少年的足比赛。这是我的下一个阶段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要做的一件事情。人说你这件事情行不行，我告诉你行与不行咱们单说，我肯定至少在上海我要做第一场，就在上海，而且我点名我要跟浩克和奥斯卡的儿子在的那个队踢啊。人说那为什么跟你们踢啊，我说句实在话，这还不是很明显吗？你不跟我踢，你能有400多万人看吗？你不跟我踢，你能有30多万人同时在线吗？对不对？你不跟我踢，全中国有多少人能知道银朝金奥09？有多少人能知道艾伦足球学院？现在怎么样？都知道了吧？这不挺好吗？是不是？这是不是挺好？
是不是挺好？哎，我呢想到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你说我这那我你为什么不弄2010年的？你或者你为什么不弄2005年的？我弄不了那么多，啊！我既然说我现在这个启航小牛 U8，我就问一句话：启航小牛 U8是不是现在中国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U8 的球队？我就问你，是不是？是不是？如果是，那就行了。而且他们是不是会踢球？他们是不是会踢球？他们不是包装出来的吧？孙晨曦那些技术不是 PS 的吧？万象那些突破不是画出来的吧？那就好了，他们是有足球技能的，并且有一定人缘眼缘的这样的足球小将。那么给他们集中起来，开拓视野啊，有更大的舞台去展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中国的这些少年孩子他们的踢球啊。你说那你这更多的你还得什么直播什么形式感，大哥没他妈形式感， NBA 你会看吗？你怎么不去看他妈美国街头打篮球去呢？你为什么看 NBA 呢？那不就是因为 NBA 有包装啊，对不对？ NBA 是不是有包装啊？那么我就要打造出来这样的一个 IP 赛事，我告诉你一定有人看。就现在启航 U8 就能有30多万人同时在线一直播上，对吧？大上午的，这样晚上比赛还不得60万人啊？啊，这样晚上10点钟开始比，那不得60万人？60万人看着孩子都在这场上睡着了啊！所以呢，我认为只要把这事儿做起来，这功德无量啊！我们走到哪儿，我们就比赛，比赛完了弄一捐款箱啊，专门请一第三方机构。你要愿意给中国的这个贫困的山区的孩子捐款啊，让他们买足球装备，那你就扔钱里边啊，最后当点钱直播点钱啊。直播啊，比方说一共这次募捐了305.76块啊，拿这300多块钱买完东西给哪儿寄的发票，啪公之于众啊，公之于众。这样的话这件事儿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那、啊、这件事儿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全中国没有这么干的，全中国没有这么干的啊！你弄个美国篮球明星表演队，那他们翻跟头，那打靶似的，那本不是篮球。我们这些孩子踢的是不是足球？我们这些孩子进的那些球漂不漂亮？啊，我们这些孩子有没有每个人的个性性格，是不是挺招人疼的？如果是，就行。你说那有的好的不愿意来，他妈爱来不来？啊，我还能跪着求你来啊？我就不信。全中就哪怕都没人，就我们这5个，啊，加上黑牛解说，我就不信，我到别的地方我打比赛没人看，我不信啊！凡是全中国啊，我现在说了啊，我现在以我个人，我叫董路啊，以个人或者是乐博足球以及启航足球俱乐部的名义，我现在向全国的，你孩子是2009年的，你认为你孩子踢的特牛。你就给我发视频，啊，你就给我私信，微博私信，你身边有你给我推荐，啊，你给我推荐，告诉你一分钱不让你花，啊，一分钱不让您花，啊，我把您儿子给进入到这个足球小将队，然后我们就开始飞行集训，让小孩从8岁开始就可以走遍大江南北，就可以接触到各地的文化，就可以登上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足球的传播的使者，啊，让这样的比赛，让我们中甲、中乙都比不了。我告诉你，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中超他不敢说，啊，中超个别比赛也不一定，啊，就是我的梦想，我吹的牛逼，你看我能不能实现，行不行？你看我能不能实现？我现在就是。有人赞助最好，没人赞助没关系。第一，我可以贴点；第二，很简单，
等中国足球 A 轮融了1000多万1500万进来，那我是董事长，我就把这东西我就挪用公款啊，不是，我就拿一笔钱我就做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独家版权是乐博的，你买一中超得几十个亿啊，我们乐博自己做这个一年投入个80万就能把这件事儿做得特别牛。这件事儿做好了，我说句老实话，功在千秋啊，这件事儿太牛逼了，我现在都难以想象，这件事要做完没有人做过，没有人做过。因为这次启航小牛 U8 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啊，两场比赛累计将近700万流量啊，同时在线都是30万左右，这太你就漏大波都不见得有这么多人看，我说没错吧？啊，你就一直播上，你说你漏着，你3点你漏了1点半都不见得有人看，啊，你一场一直播，你说我今天直播中超啊，有没有30万人同时在线，都得打个问号。更重要就是那天那场比赛对艾伦，气吞山河，啊，跌宕起伏，可歌可泣。就那场比赛，我们和对手共同上演了一场，可以讲他不是多么高的水平，他跟职业差很远，他跟世界杯、欧洲杯、欧冠，乃至于英超、西甲、德甲、中超、中甲、中乙、大学生差太远了水平。但是从精彩程度，从带给人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撞击，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差。你要没看过这场比赛，你都妄称你是球迷。那天有无数人告诉我看哭了，留言弹幕上是这样的，我的微博的私信，我的这个微信，有多少朋友看完了都说，老董，董哥，我哭了，我哭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会为一场他妈的 U8 的比赛而哭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连一沃都给我那个视频集锦点赞，连一沃呀，一沃什么没见过，哪儿的钱没见过，你说河南的钱，不是跟钱没关系啊。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就要做。当然有一天更重要的啊，这个支队伍8岁然后9岁有人不踢了，孩子们撤出了，走了，再见了，董哥，不是董叔，我妈不让我踢了，学习了， OK 你走，再来新的。那么也有坚持下来的，比如说万夏或者孙晨曦啊，或者是那个7号或者22号，到了10岁你可以看见他踢成什么样，到了11、12你可以看到他踢成什么样，他长成什么样，他变成什么样，他性格个性，他的眼界，他的整个的性格和个性，这是长时间短就是几年之内去看一个孩子的发展，因为你每个月都能看到他比赛，这是真正的真人秀，大哥，不是说有剧本的。哎呦我去，天天的导演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然后各个摄像机在那偷拍啊，摆拍没有用，那都是假的，这是真正的真人秀啊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不要着急啊，那个实在不行我就众筹啊，我就众筹，我就呢这个大家说每个人出100块钱，一个人出100块钱啊，这一年我预定这个启航小牛或者叫足球小将吧，这个队每年10场比赛的直播，我预定了100块钱，10块钱一场， OK 好，未来的话我们就专一个平台给您发一密码，我们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只给您交钱的看啊，只给您交钱的看，去感受这个孩子成长，去感受不同地方的青少年的这种足球的技能啊，去跟这些孩子一起互动啊，这是我想的啊。但我这个人是万不得已呢，我不凑钱，我到现在为止我凑过2次钱，一次呢是30万7042，我们共同7042个人朋友一起共同拯救了一个5岁半小女孩白血病小女孩的生命啊，这是我凑了1次钱。还有一次是我在微信群里，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哈萨克族的那个乌尔肯，他的家乡想办一场比赛啊，办一届比赛啊，在这个很远很阿泰什么地区啊，我说每个人捐10块钱，我说我自己先捐一笔，
然后每个人捐10块钱。其实这钱不多，我自己可以做，但是我是想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因为毕竟都是车友，我们得搞点活动。就像我们每轮比赛都在这个群里边啊发这个有奖竞猜一样。所以你要进群的赶紧抓紧时间，好吗？进我们那个群，不是传销，真的不让你什么点赞投票，不让你那个，好吗？前阵子鲁能那潍坊杯弄那个这个叫什么叫那个最什么歌的什么什么这个主题歌的评选啊，关注鲁能体育产业，完了点赞什么的，不是点投票什么的。后来我一发现，我还那都刷票的，我当即我在各个群里发，我说不要再投了，大家可以把这事儿忘了，不要再投了，该干嘛干嘛去，不用为我们，好吗？不用为我们。所以这是我就聊到这儿了啊。后天呢还有一场这个，后天还有一场三四名的比赛，啊，明天下午呢带孩子们再训练训练。针对今天比赛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成长吧，啊，让孩子争取能够成长。所以呢，我是第一呢，就是，如果你身边有09年出生的孩子，啊，你说稍微大点，说08年12月25的行不行？可以，啊，就稍微小点，10年1月6号的行不行？可以，啊，有这样的孩子你就私信告诉我。我不跟你孩子签任何协议，你别害怕，我不是要当经纪人，你明白吗？你想让我当我都变得当，你明白吗？你我不是要给你孩子当经纪人，我不是说是要把你孩子卖了啊，我是给你孩子一平台，明白吗？你周一周五该干嘛干嘛去啊，在哪儿练就在哪儿练啊，你能来就来，你来不了拉倒，没关系，我们全国找个14、15个五人制嘛，能有个6、7个人就行，是吧？哎，如果赞助多，家长就跟着一块来，吃喝的我都管你们，好吧？第一站上海，我今儿就跟季宇航，你问季宇航去，就1998年在昆明海埂银座酒店把我那个约的那个啊，没约，就把那个前台小姐给带走了，那个季宇航，上海那个，他现在帮我联系这个浩克啊，浩克儿子那个学校。好吗？第一场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足球小将队对这个上海那个浩克奥斯卡儿子的啊，争取把他们赢了再说啊。所以这就是从我今天一直在反思，我觉得是这样啊。比赛呢我知道肯定会输，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在2-3的情况下呢，我们先丢3个球，扳了2个球。那么一瞬间呢，我觉得当时我瞬间有一个犹豫，我在反思我自己啊。那么从当时的状况来讲，一将胜勇，因为孩子的比赛啊，这个心理波动非常大，连续丢球和连续得分都是可能出现的。所以我当时呢，如果是成人，那么我当时一定会选择让他们稳一些，防守，因为什么？对方实力比你强。按照概率他进仨你进俩，下一个该他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孩子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趁热打铁，对方一慌，其实今天就这支队伍打到百队杯，只有对我们的时候一刻，我相信他是慌的啊，他就有点含糊了，因为连丢2个，对吧？但是呢我当时呢就犹豫，我这个犹豫比错误的决定更可怕，确实是。我身边的这个本涛他解说嘛，他小声跟我说，他说用不用叫暂停。我当时呢瞬间的反应，我说不叫。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趁热打铁可能再干一个啊，但事实证明呢我的判断错了。那很快我们就丢掉了第4个球，第四个球丢的真的太致命了，第四个球丢的太致命了啊。如果第四球不到，我们不丢第四个，2-3一直拖着，哪怕最后还有3分钟5分钟，我们想点极端的办法，我们5个人上去打，就不要守门员了，因为反正也输嘛。但是我们没有等到那个机会，所以今天呢很遗憾，就是没有等到一个我们五人制，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种4-1配备5-0，就是五人制有的时候极端情况下他会5个人都上去啊，不要门将，你踢吧，不要门了，你踢吧。
啊，就是没有看到，这个是挺遗憾的。啊，如果反思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因为弱者呀，这个弱者呢和强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强者有更多的选择，弱者没有，弱者的选择会少。你比如说他传控好，而且他个人还有个人能力强的，所以呢他就选择很多。第一，你一对一逼我吗？ OK， 我突你。你要一对一盯人，那么我能力最强的那个我先把你突了，我只要一突你就是一串，就是这个珍珠啊，断了线的珍珠，就哔哩吧啦大珠小珠落玉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四个盯四个，我把一个给破了我就带球，你那仨如果还盯的话那就得了，我就一个人带进去了。如果你那仨里边有一个人一看哟完了这边漏了，你一过来我就一分，对呗，我就一分，那个空了，那个一下去说完了，那个哇操我也这漏了，他再一过去他再一传。所以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什么叫强者？强者就是有更多的选择啊，强者就是有更多的选择，就是我比你强，我是今天干了你也行，说后天也行，都可以，说我这力量比你大，说我扇嘴巴子可以，打拳也可以，拿脑袋撞也可以，反正我比你大。弱者就不行了，弱者只有偷袭啊。我们呢，你要像当年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啊，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兵力都不如对方。那你说怎么办？打游击呀，跑啊，往山上跑啊，你只能这样，你说对不对？那你要强者，那我就像这个拳击比赛，我就占据拳台的中央。你弱者就得是他妈四处颠儿啊，这一场啊没。不知道能打多少拳不说，比对方跑出900多米去，多跑出900多米，对不对？这就是强者和弱者。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呢，2-5输，我比我想的好多了啊。喷子吧也不好喷，喷子说：“哎，你看你输了吧？一看，操，人家队踢的确实好，对吧？而且之前赢的最小比分13-2，剩下的14-0、15-0、16-0、20-0。”是不是？所以呢就这样啊，喷子了你先别着急啊，你再等等，等后天我们输国安金冠了啊，可能大比分你再喷啊。有的时候喷呢没什么毛病，你得找准时机啊。像大傻逼今天说，哎，说我给那个俩干儿子啊，我那个朋友啊，委托朋友去买这个皇马的球衣，在阿迪店买的皇马球衣，在切尔西店买的足球，在这个耐克店买的那双鞋，给这俩孩子。结果这孙子呢留言告诉说，买假衣服吧，还穿上了。我知道，其实我挺同情他的，就是说这样的人话的人吧，一直在他妈的自由市场上买阿迪耐克，他认为他妈那是真的，所以他见着真的他不认识了，我理解他。所以互联网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所有人都平等，但是最大的毛病就是让他妈傻逼也能够有发言的权利，这东西其实挺难受的啊，挺难受的。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对吧？他一辈子没见过真阿迪，他说买皇马，他家里边买的呢皇马的球衣里上面都是两个汉字皇马，他妈认为这是真的。我们买那一串新款的17-18赛季的皇马的球衣，他认为不对，哪那怎么能是真的呢？你得印上皇马呀那是真的呀。你说这个啊，最傻的还有一个人点赞，你说你妈你说邪不邪呀？你说人家偷驴他八绝，你知道吗？像就像这种大傻子真是没法聊，真是没法聊，你知道吗？哎呀真是
好了啊，这个关于这个少年队的事儿呢，我就聊到这儿了。你身边，我还是那句话，你身边有08年踢得好的孩子，不想去足校的，啊，就是不想那么早离开家庭的，又想见见世面、开个视野的，你把我们这个比赛的视频给他爹、你爹妈看看，说就跟这帮小孩一块儿，没事儿，周末啊一块儿踢场比赛，啊，愿不愿意？愿意的就给我发私信，好吧？当然水平得够啊。好吧，万象后面可以什么抢第二点？行了，你不要说了好吗？我第一，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给我的建议，包括群里面有不少还给我出主意战术，这应该这么提，应该那么提。大哥，我说了，你说的这些，所有这些比我想的就少6点，啊，比我想的就少6点，啊，不多，啊，就这队应该怎么踢啊？孙晨曦应该怎么踢？万象应该怎么踢？阵型应该怎么摆？你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有道理，就比我想的就少6点，啊，不是说我听不进去，不是我听不进去，啊，你要是一个真正的青训教练，我可以听一听。说你就是我就球迷，我就喜欢看球，别不用聊这个。还有说玩541的大哥，你妈的5人制怎么玩541啊？掏几个小鬼摆在那儿啊？还有说北大8怎么摆呀，大哥？5人制北大8，啊，摆得了吗？那球门，我说句老实话，比那孩子2人高。你北大8，人家不，人家不打底下就往前掉。现在这孩子打上角跟打边炉似的，还北大8还弄个541，哎，你还那什么脚球，那什么，你任意球，你还你那一个跑弄一个，大概一共就4人，大哥，你他妈设计一3人的战术，大哥，这球战术要丢了之后被人打反击怎么聊啊？没法聊。说守门员你得站到中场，我大哥你妈，你还守门员站中场，我天，大哥，守门员站中场还不如就倒地上睡了就完了呗，行吗？啊，差不多就得了。要想干这个，你就踏踏实实在你们界边社区，你自己拉起一个大旗，你说你要搞青训，你先带俩孩子，幼儿园的，2岁到3岁的，踢这么点的球，你先带着玩一玩，然后你再提建议意见，好不好？我不是说我不听，因为你说那东西都不靠谱，你明白吗？你那说的东西不靠谱啊。好吧，去不去？什么去不去？没声音，急得唱歌。这有人在这瞎骂什么上海这那的，行了，你他妈拉裤兜子吧！你们丫呢，就是凡是还局限在地域攻击的人，你跟我真的不是一个层次的，真的。足球在你们眼里就是他妈的这狗那驴那龟，啊！你们跟我别聊了，真的，你们也不配看直播。我说句实话，你们真的不配，只不过就是我现在狠不下心来，我不愿意收费而已。我就收2分钱你都花不起，真的，别聊了，你们要骂人去外边聊去，赶紧滚蛋好吗？赶紧滚蛋啊！你们去哪，那不说了吗，贴吧、微博什么新浪新闻里边留言，你去骂去，别在这儿了，真的啊！我们讲的层次都到哪了，都他妈要干前无古人的事儿了，要推动中国青少年的发展啊！我们都聊到这儿了，你还能在那儿还鱼狗猪，我去你妈，还天天在那骂呢。行了，差不多得了，赶紧滚蛋好吗？不是一路人就别往一块凑，行不行？去到别的地儿去，你开一个，你见一女的，你们撸两管也比现在强，明白吗？赶紧滚蛋。好，好，现在先说中超啊，中超啊，这轮中超呢，李鑫呢
八场比赛猜对了七场，这个啊，我是由衷的佩服。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轮中超呢进球很多，但是就是一个人能八场能猜中七场，就是像李鑫这样的能猜中七场，表明什么呢？这轮结果平淡无奇，啊，平淡无奇啊，就是他都能对猜中七场，就证明呢这个结果呀平淡无奇，啊，平淡无奇。首先，上港恒大，上港占主场之力，恒大呢客场，但是呢上港呢因为足协杯刚惨败，是吧？再加上呢这个一周双赛没轮换，是吧？打平局也正常。但是我就想说一句话，啊，不是说因为我在飞机头等舱我偶遇吴磊，不是说我在苏州这个球员进场的时候偶遇吴磊，简单聊了几句，他对我做的乐波足球做的新疆公益行竖起大拇指，给我来士林赞啊，当然弄我一跟斗啊。他我们在飞机的头等舱相遇，是因为他来北京啊参加听证会啊，哈哈哈，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但是我始终觉得吴磊啊是当今中国可以讲最具价值的球员，本土的啊。你说扯淡啊，你说根本不是，应该是我们队那个啊，行了大哥，你对哪个呀？小摩托，那小摩托不是中国人啊，不是巴索哥，不是索里亚诺，不是中国人，浩克不是浩克，浩克现在进几个球？浩克进几个球？浩克进了几个球？进十个，是吧？吴磊呢？吴磊进了几个呀？十二。吴磊呀，说句实在话，他在这上港大部分时间里边其实活得挺艰难的。因为什么呢？埃尔克森巴西的，浩克巴西的，奥斯卡巴西的，而且呢吴磊原来说习惯比方说打个右路，是吧？浩克一来呢，浩克说我呀左脚内切，谁也别挡我右路，我就是右派啊，让吴磊呢去打一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球呢这哥仨巴西先玩，能进了就进了，实在不行了赛狗一样的踢给他妈吴磊，吴磊就开始呼带喘去跑去追，其实挺艰难的啊。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没声音，这是不捣乱呢啊，还是他妈耳朵聋了？是没声吗？没声音，你是不是把那音量调最小了？你他妈关机还没电呢啊，扯王八蛋啊啊。所以呢吴磊能打进十二个球，更重要的你翻翻头几年那本土射手王都是谁，不是吴磊吗？对不对？是吧？就是有一帮带节奏把吴磊啊这个经常的对黑吴磊，吴磊错失了很多机会。我今儿新庄客栈我说了，他是错失了很多机会。兄弟，错失机会的前提是他妈得有机会呀！啊，你说我错过了清华和北大录取，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接到通知，完了快递没给我递过来，我错过了。大哥，那也得是因为你考上了。你说我跟五个女明星啊失之交臂，最后没有结成连理，你笑话我，你还傻子，你说五次你都没抓住机会。大哥，
你呀，跟我跟女明星是有接触，我失之交臂了。大哥，你那女明星，你不只能是百度弄几个照片跟被窝里看吗？那能一样吗？大哥，你倒没失之交臂，大哥，你他妈手臂都湿了，是不是？所以呢，你得先有机会，啊，有这个机会，他就本身证明着能力，你知道不？就是有这个机会，你才能证明你先有这个能力。至于说没把握住，那是没把握住的事儿，对不对？但是总能把这个机会最后能够，他错失那么多，他还能进十二个，啊，他错失了那么多机会，他还能进十二个球。这你妈要像你们说的，每个球都能把握住，他还叫吴磊吗？啊，他还叫吴磊吗？他还能在北京吗？不是，他还能在上海吗？他飞了的已经，明白吗？那得是梅西、内马尔、吴磊这么着三叉戟往上走的。苏亚雷斯就专门去咬人就行了，不用踢球了，是不是？哎，冯潇霆现在变成一个狠角色。这里边呢，咱们实话讲，冯潇霆呢人不错啊，你从那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而且冯潇霆呢，包括冯潇霆的太太，对于冯潇霆的这形象还是蛮在意的，真的蛮在意的。人家没事人做点公益啊，人家做过什么公益的这个足球比赛，对不对？很愿意维护自己形象。冯潇霆不是一个说是爱打打地，你知道吗？也无所谓，反正什么什么形象不形象的没有，是吧？您写一段子也是妙趣横生的啊，但是那几次这几脚铲球，咱们客观分析，是内心的魔鬼出现了啊，内心的那魔鬼啊瞬间出现啊，把这说没声音的给他拉黑行不行？我就看这个没说没声音的，我就觉得他是坏人啊。我还真不是说是怀疑一切打击一切，我总觉得这帮就是哪儿派来的啊，他绝对就是想让没声音让我关了，对不对？完了之后人都跑到你那儿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微博没声音啊，一直播客户端有声音啊，那活该啊。就是不下载客户端的，不关注的，对吧？就是没事搜微博完了看见进来的，像这啊，没声音就没声音，对，就没声音，好吧？你不关注啊，你都拿不着推送，对不对？是不是？微博有声音啊？到底有还是没有啊？这个可以有，好吧？行了，就说到这儿吧。不是我说这场比赛就到这儿，是吧？就是冯潇霆呢，反正在，因为实话讲，恒大这四场球丢了十一个，这，你说吗？四场比赛丢了十一个球，所以斯科拉里呢，既创造了十连胜，也创造了这个大比分的惨败，也呢，在防守这方面呢，突然间出了问题。那么咱们分析分析啊，为什么恒大防守会出现问题？一个原因呢，就整体防守强调的不够。现在的防守，说你单靠四个后卫俩后腰，真不行，真的。你还甭说你恒大的后卫，真的，你就光靠你几个后卫防，一个小魔的一个巴索哥弄你们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整体防守要求不够。如果前面高拉特懒得跑，阿兰也懒得跑，完了郜林中锋也不怎么回来。完了，保利尼奥上去之后回来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真刀真枪拼，后边真站不住啊！再加上张琳芃什么一助攻着那的回不来。还有呢，就是你恒大能力比较强，即便你整体的这个后防线比较完整，人一传中打的就是你那冯潇霆那点，那不就在你头上卡进去吗？对不对？冯潇霆最近被
自己脑袋上被人家给砸进去的球不止三四个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累了啊，说明他这个整个比赛状态并不是说很好。他以前要冯潇霆怎么能出现这种失误呢？所以呢他最后呢也是什么意思？这怎么这么多人说没声音呢？啊，所以呢这个冯潇霆呢就是也是个缩影吧。冯潇霆是恒大的这个后卫线的一个缩影，防守的缩影。嗯，我不谈争议啊，我不谈什么争议，这个应该怎么着的，你们愿意骂就骂去啊，我就懒得骂，没意思。所以恒大上岗是这样啊，我就简单说了啊。鲁能呢，应该说呢，这个反正3-2呢也行。就是能赢亚太因为最近状态不错，说主场能赢一场球可以，而且呢这场球呢鲁能呢机会不少，那西塞呢那球打出去都比打进去难太多了，啊，塔尔德利也能进球，然后西塞也进球，这个吉尔也进球，是吧？权健呢，咱们说过啊。权健呢，我记得我在那个上期新说客上我就说了，我说对权健的这个考验，强队是一方面啊，强队是一方面，像一些有一定特点的防守反击型的球队，像重庆力帆、河南建业，对权健也是一种考验，是另外一种考验啊。就是人们说是在金钱面前拒腐蚀永不沾，这是一种考验。很多人呢唯廉清正啊，廉洁奉公，但是呢最后折在哪儿呢？折在女人身上啊。所以呢就是人生呢是面对各种考验的，说你扛住了，说别人都偷拿钱，别人都这个贪污，他没贪污，他但你别认为他这人生这考验就已经全都不在话下了啊！没准扒折在有一天晚上小黑丝、小吊带、小高跟儿啊、小波浪，是吧？哒哒的也折了啊！所以呢，就是考验都是无处不在啊，考验无处不在。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权健呢。整体来讲他这个能力已经是足够冲三甲的了啊，我得改一下了啊。我赛季之初我说的四强，如果你要能记住，是恒大、上港、鲁能和华夏，这是我赛季之初说的。那个时候排名第一的是广州富力啊，以至于呢我说完这四个，一波人在微博上不同意，妈瞎胡说八道，肯定有广州富力啊，广州富力5胜1平，嗯。那么现在呢，看上去呢，权健是有希望，前四名是有希望，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连这个队啊，最不起眼的一个队员都在进步，最不起眼。这个队最不起眼的是谁？告诉我 ，tell me， 最不起眼。张成，对了，就是张成，就是最不起眼的一个队员。这小子现在在右路的传中质量，中超前两名，啊，就右边后卫传中的质量，在整个中超16个主力中后右后卫排名前二，排名前二。就他都在进步，那么可想而知，王永珀是不是比上赛季踢得好？我问你，
是不是？王永珀比上赛季在鲁能时候踢的好多了吧？赵旭日现在你还敢管他叫冯潇霆吗？赵旭日说：“你们他妈老让老把我当做冯潇霆，我给你进几个球，冯潇霆进过球吗？人家这三轮帮帮帮，这两轮呢帮帮帮，赵旭日进步了吧？我说的没错吧？刘一鸣本身就挺有身体，哎，年少一打比赛，现在老成，都知道洗牌了。你想想，米浩伦以前踢球多乖呀，现在都敢跟裁判梗脖子了啊！喝水，他是喝水弟啊。原来呢有一喝水哥，是不是？裴帅跟这儿踢也比在原来的亚太浑浑噩噩强很多。郑达伦，那郑达伦现在这小球踢的可以，有特点，有真有特点。所以你琢磨琢磨，就是卡纳瓦罗来这儿，我最开始对他的执教能力处于怀疑状态，不是怀疑，是待定啊，很客观。我当时有人吹的时候，我说我先不吹，为什么？我得再看看。我并不是看他有成见，我是觉得呢，上赛季保级，我不认为是都是卡纳瓦罗的功劳啊。苏老板那啥玩意儿不好使吗？最后时刻咱都是明白人，你说呢？咱们就不用说的那么清楚了，对不对？咱们就不说那么清楚了啊。所以呢，但是从目前来看，咱们说句实话啊，足球的基本战术技术对于一支球队来讲确实有的很重要。对什么最重要呢？对像贵州这样的队非常重要。所以曼萨诺确实是有真正所谓足球战术能力的教练。那么还有一种教练叫无为而治，没什么战术，有什么我有几个助手，爸爸一商量，一人练点这个，练点任意球、点球，然后练点该有人练体能，有人呢练那个防守，然后讲球定位球讲一讲，其实就这么多东西。你说要玩温格20年，能天天都教新东西吗？那不给教死了吗？给自己，明白吗？没有那么多新的东西，真的。啊，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让这个队里边啊，这个叫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其乐融融。打主力的玩命踢，打替补的心悦诚服，大家在一起就是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一块儿干嘛呢？赢球拼，这就叫好教练。你说你以为像就像我们这个小破业余主教练，那你说可能你得制定战术，完了训练得想一些细节，然后比赛得指挥，都你一人来。职业队没呢，冯福格森每天要像我这么带一个队，他能干到70多，他50多就已经 game 就 over 了，对不对？职业队啊，都有那个，为什么何塞能当主教练？何塞当年跟曼萨诺也是他承担一部分工作的，明白吗？所以呢没那么复杂。所以卡纳瓦罗呢现在其实就玩一点，卡纳瓦罗第一退役时间不长，2006年还打呢，对吧？退役时间不长，了解运动员。另外一个呢，小迷人微笑，不管真的假的，他给你弄的形象特别温柔，对吧？我举个例子，当年不是当年，今年冬天徐徐去意大利权健试训啊，就是一个小孩来了队里边过生日。一般来讲像你这试训的，对不对？衣服都不见得发给你，人家过生日人一块儿，人家都应该是正差一块儿过生日，人家专门打电话让徐徐也下来一块儿合影。说这一个队里就是
说句老实话，这就是文化啊，我们讲企业文化，就是权健这个队，就是因为卡纳瓦罗的情商高，给你弄的文化特别好。王永珀那就是说句老话，练也开心，微博多活跃呀，是吧？去权健这半年发了可能之前五年的微博，对不对？所以这就表明了球员的一个心理和心态是比较平静的，是比较平静的，是吧？就心情比较舒畅，啊，心情比较舒畅。哎呀，河北华夏幸福，我觉得反正现在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这个，因为我了解的，河北华夏幸福把佩莱格里尼请来，真的是挺尊重他的，真的很尊重。这种尊重啊，有的时候都，我觉得都有点过了。所有的一切全听他的，后勤保障无微不至，一个头发丝儿都给你事无巨细。你要说用武装到牙齿，服侍到床头来形容，真他妈一点都不过。按说呢，有这么好的条件，这沛公呢应该能够给这个俱乐部也应该有更大一些的回报。您说要的队员掘地三尺给您拿来啊，您说上午训练咱就上午训练，您说这么着咱就这么着，您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真的。但是我能理解，现在其实华夏挺难受的。你说这队现在，你说这外援内援多的都给租出去了，外援淤的都直往八甲送，就宁可说是重复消费，也要满足你这个对于阵容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说你是弄一三连败。咱不是说是追究什么责任，那你确实是要负责，对不对？你确实是要负责。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很简单，你三场比赛丢九个球，你这不就广州富力吗？就之前的广州富力吗？对不对？前有广州富力，后有华夏幸福吗？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对防守不能这么着啊，是吧？要说底蕴啊，也可能会，你要说底蕴，那权健有什么底蕴呢？大哥你告诉我，权健有什么底蕴啊？底蕴是松江啊，松江还他妈没有松花蛋底蕴高呢，底蕴厚呢。别了，这底蕴可能有点作用，但你也别那么动不动就底蕴，完一出球就是青训。哎呦我去，天天就这么点东西，收钱了，黑我们，收钱了，打脸了，马后炮，商仲勇，张仲景，李时珍，哎呦我去，就这么点嗑来回唠啊。哎呀。对，那你呢？就你精，是吧？假球衣，还有什么？别发了。对，因为他说我发小牛，启阳小牛的东西多了，就是黑我们啊！那天有一个，反正标明是山东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的呀，反正说。完了发私信骂我，他那个号，他那个 ID 特别好，就我一下我都记不住，6235D3H 什么的，我操，那我 ID 我简直
太棒了，太有个性了，啊，说你是最大的鲁黑，哎呦我去，大哥，我是鲁黑，我什么鲁冰花啊，我还鲁黑呢，我说黑你们干嘛呀，你们值得我黑吗？哎呀，就这样啊，就是反正黑我们，对吧？就是你子你是说的他不中听的，就是黑我们，你还黑我们啊，国安贴吧说我黑国安，重庆说我黑重庆，恒大说我最大的恒黑，鲁能是我最大的，说我最大的鲁黑，然后上港申花的说我是黑申花，捧上港的，哎呦我家伙，捧上港，我说哎呀，黑我们，然后收钱了啊，我说那个 Leo 的爸爸给一看这个外相就穿一安踏，人家给 Leo 呢买了一双阿迪，我觉得这挺人间挺真情的，是吧？一个球队的素不相识的人家父母孩子能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说你看可能万象的条件不好啊，其他队友都穿着这个阿迪，那我给他买一双，对吧？人家来北京挺不容易的，我就发了个微博，我操，完了有人说你这是软广告，你给阿迪做的广告，就收钱了呗，对不对？就是黑我们收钱了，打脸了啊，打脸了，就是你猜十次九次中的，他不觉得你怎么着，只你猜错一次，打脸了，打脸了，哎，快看，打脸了。他要这种人呢，就只能把啊，只能把别人的失误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大哥，我打脸了，你他妈是手舒服吗？是你打着我脸了，还是怎么着啊？打脸了，收钱，黑脸，马后炮，不能总结。子你一总结，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总结吧，他觉得他没想到啊，他一看你微博，哦，你爸爸这一分析这个事儿原来是这样，他没想到，他不是说他学点东西，是吧？他说，哎呦，这个好啊，这免费的，让我能知道点东西。他不是，他瞬间就反应说，完了，我这大傻逼，我都没想出来这样，是吧？结果他给说出来了，哦，原来足球是这么回事啊，原来这个进球因为这个呀，然后但是他不能承认。他一承认他就不是自己傻逼了吗？他就说你马后炮啊，你就马后炮啊，这马后炮啊，伤仲永，就是凡人他妈的，你关注青少年啊，你不是吹呼瞪眼的吹拉弹唱的啊，还是踢球的玩这个的，你只要觉得这好，伤仲永，我天，你妈就他妈弄点，就好不容易会点跟古代文化有点关系的，就这么一个伤仲永，完了还不明白伤仲永到底王安石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伤仲永他都没明白啊，完张仲景啊，张仲景是背锅了，其实跟张仲景没太大关系，其实是李时珍的事儿，就这些人朋友，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有人说你不要老跟喷子说话说这么多，他说我们浪费时间，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这人呢，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我能预感到喷子的未来，真的就是喷子，第一呢，现实生活当中活得非常累，一事无成啊，父母呢也是觉得他无颜面对父母，也没法面对自己啊，然后这些喷子就只能在这儿找一点存在感，或者说是找一点心理的安慰。我知道你们挺难的，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喷你们，是因为我想让你们觉醒，真的为中华之觉醒喷子，明白吗？你得这样，我真的是想挽救一个是一个。我实话讲，我今天在这个百对杯的现场比完赛之后，我坐在那儿，我挺累的，来了一个哥们儿蹲在我旁边，我说董哥，说我那个能跟你说几句话吗？我说没问题，我说您说。他说我呢是石家庄人，我30了。我说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在北京，我开始北漂。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上了你车，然后我呢觉得你说的那句话，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
让我的瞬间我就升腾起了一种强烈的一种愿望。他说我当时就决定，我把在石家庄的所有的稳定的一切都抛弃，30岁啊，来到北京打拼，因为他觉得原来那种生活并不是他想拥有的。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挺好。他说我今天专门到赛场这儿来见你，就是想当面跟你说声感谢。就是我觉得我不要求也没有奢望是所有人最后都感谢我，不用，你不用感谢我，其实明白吗？你感谢我其实你能让我能怎么着呢，对不对？我不每天我还得早起贪黑的，我不还得这样吗？带来不了什么。但是我只是觉得真正的收获是那些他觉得有收获的人，是他们的啊。是吧？我就那句话，就是你不能说等到40-50岁了还一事无成，没车没房的，娶媳妇生个孩子完了也孩子也跟人家没法比，每天你也没什么无所事事，是吧？吃点烙饼加蘸就算过日好日子了，天天在胡同里面僵，我操，不能过这么，不能这么过，真的不能这么过，那就是喷子，有什么用？你说呢？好吧，还有哪个队能聊一聊？现在基本上降级的就是这个降级这个候选，就是延边、辽宁啊。天津泰达比较危险，比较危险。那怎么办呢？你说延边这是你说这防守8个人防3个都防不住，这说句老实话，这就不是说怎么说呢，这也不是教练的问题了，这真的就8个人防3个，你看那个跟那个富力8个人防3个人没防住，丢了，是吧？建业我觉得保级了没问题，建业这没问题啊，建业问题不大，苏宁也问题不大，他赢了他不见得说是一路赢下去，但是他因为他赢了，赢敢赢就完了，虽然说赢的辽宁吧，辽宁已经前面输6个了，是吧？但是呢你多少呢，这场赢球应该说呢对江苏苏宁还是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就是他敢赢了，他以前他都忘了赢的感觉了，真的，你3年不谈恋爱，你冷不丁你要想谈恋爱，你会发现你不会了，你不会谈恋爱了，知道不？所以呢这就是这么一个回事。还有什么？国安呢？国安3连胜啊！国安呢，应该讲呢，这个施密特呀，还确实是有帮助啊。施密特呢，不是有帮助，施密特有点东西。就是最简单一个，就是国安现在你会发现呢，他这个他整体感很强了，你赢他不容易。这个队啊，国安从现在开始不是太容易输球啊。就是谁想赢国安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当然他不见得说谁都像这个赢前面这3连胜啊，他一路赢下去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但是谁要赢他不是很好赢，就在于呢这个德国教练这来啊确实让这个队啊就硬，整体感强，能拼，是吧？他也有位置，其实你看中后卫位置其实也有点坑啊，也有点坑，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整体呢他就是弄得还是这是很快就会捏成了一个成型的东西，
啊，他不是说有一些教练来了，来了八九轮、七八轮、半个赛季，没看出来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施密特应该说呢，还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而且这种打法呢，可能跟这个国安这种谁也不吝的那种气质吧，也比较相符，就可能找到了这个一种风格吧。咱们这么说，就是唱歌没有说好坏的，怎么绝对的好，绝对坏没有。就是谁能找着属于自己的风格，找对了就行。你说你玩电子音乐也行，是吧？你玩西洋唱法，你玩这个啊民谣，是吧？你找对了。你要是你本身你美声嗓子，你非得唱民谣，那就完了。你说对不对？但你知道这嗓子就是有点沙哑，是吧？有点粗或者怎么着的低，那你就弄个民谣呗，是吧？其实每个队都是这样啊。你学校性好的你就练舞蹈，是吧？学校性不好的你干脆你就练点大力啊，就完了。好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这挺晚的，哟，我一点多了啊，不是十一点多，吓我一跳，我以为一点多了。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伊木然现在此时此刻在华拜幸福试训，对不对？感谢华夏幸福的这个对我的信任啊，这件事情毕竟是我在其中促成。那么接下来启阳小牛 U8 现在还在打比赛当中，对不对？接下来奥林匹克这个叫什么启航青年队星期二集中，明天集中啊，第二次的飞行集训已经开始了，在房山啊，到时候房山的朋友没事你过去看看，好吗？然后呢，这个我们要去英国的那个去看曼联对埃弗顿、切尔西对阿森纳，英超的啊，9月16号已经开团了，啊，已经开团了。如果您有这个闲钱，然后也有功夫，9月16号前后跟着我们一起去英国，啊，您呢就私信乐博足球。你私信的，你说我要加入这个欧洲看球这群，我要了解了解情况，好吧？你就看，你就去。反正我是觉得呢，如果你是曼联的球迷，如果你是切尔西、阿森纳球迷，如果你9月中旬，不错，你觉得有时间啊？完了，这个辛苦一年也能挣点钱，您呢就可以那个去乐播足球私信他一下。让他给你拉到那群里，好吧？啊，刘家卓上快本，我早就跟你说了，是不是搭档这李宇春什么的？啊，挺好，小孩现在发展的不错，是吧？有了自己的经纪人，然后呢，安排的东西呢都井井有条，我觉得市场价值也在提升，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家里边的在北京呢也能安下家来了啊，家里边的茶具还是我给送的呢，是吧？我就当初我说过，我在白银我就发过一趟车啊，我不会在他身上赚一分钱，我也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要当他经纪人，从来没有 never 啊。再有一个呢，实话讲，就是说如果是商业化的东西呢，那就必须得有商业团队来做运作，我呢没那功夫，明白吗？我那没那功夫。要说你到北京来安个家，或者你在北京来学习啊，这个我能做到，或者有一些小演出啊，挣点钱，这能做到。但是你要说完全商业化的东西，我哪有这功夫啊？我还管这个，对不对？所以呢，告诉我说他找了经纪人，我还挺开心的一件事儿。那有经纪人里边就有利益，有利益我就不沾了。那我不知道帮谁了，你说对不对？我就不知道帮谁了，我帮你帮你父母可以，但你要有经纪人了我再帮你，他可能现在也不用我帮了，挺好，我觉得挺好，就这么一个事儿，不要再问了，明白吗？再问就是傻逼，明白吗？不要再问了，我已经说过700多遍了，我只不过尊重你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要再问你就一傻逼，好吗？啊，所以呢，人和人就这样，没有人能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啊，没有人能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你要关注他，从现在开始自己去关注去，明白吗？你愿意给他捐钱捐物，你自己去，不要在这儿我这问了，听没有？好吗？U 二三，我不说，说 U 二三说什么呀？你打日本 U 二零，你能证明什么吗？我不知道，没看，啊，也不提。啊，说什么？小牛啊，我得感谢，真的，那我要说今天，啊，还是昨天呢？礼拜六。今天呢，真的是有专门从外地来北京看小牛的比赛，我真的很自豪。你说是国安出去或者申花出去，有远征军跟着，这正常啊，这正常，对不对？小牛的比赛，启航小牛的一场比赛，能够让有的朋友从山东，还有一个是从哪儿啊，天津开车过来的，因为今天他不是周末，他要是周末的话，像那天来了不少人，能来这儿专程的为这些孩子来鼓劲加油，说句实在话，真的挺牛逼的。你仔细琢磨琢磨啊，你仔细琢磨琢磨，素不相识，然后呢只是一场 U8 的比赛，有朋友居然专程来北京现场看，真的挺牛的。西安，对，从西安来的，真的。肯尼迪啊，就那个切尔西那个，嗨，这事儿就是。要以我的理解呢，就是这种，一个是傻逼哪儿都有，另外一个呢，在西方啊，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绝对是有成见的，绝对是有成见，只不过在中国市场大，他在这儿挣钱。你甭说中国了，你说台湾人是吧，明星港台的，他在这儿，你是大陆挣钱，他不也是那么回事儿吗？所以这东西吧，你要是计较就计较，你要不计较就他妈把他当个屁放了就完了，对不对？你要说计较你就骂呀，你傻逼肯尼迪，是吧？你没有，也没有必要太过，这说有什么用啊？你说呢？你骂他还干嘛呀，是吧？那么有的英国的球员，那么不踢球跟流氓没什么区别，都一样，明白吗？你以为英超的球员就比中超的球员高贵多少吗？对不对？那他妈要不会踢球，不也是整天就是纹个身的，在酒吧里面瞎他妈混的人吗？对不对？没必要，你就完了就完了。内马尔怎么了？转会了？行了，我说不过来那么多了，好吧？我说不过来那么多事儿了。谢谢你，好吧？你要不怎么说？为什么说有很多人都是在微博上收费，他能说得过来，对吧？他回答一个问题挣个千八百的，那多舒服啊！你像我这一说一个多小时的，说句老实话，那要编成这个回答问题，我得回答个百八十个的，是吧？明天房山，对，我回头我会发地址，好吧？但我明天不去。啊，我周四过去，外套先带着，啊。